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化简这些式子。好，我们看哦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是两倍的 ln 哈，一的二分之一次方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是 log 哈，以为底嘛，啊，这也是以为底嘛，这个就消掉了，所以剩下二分之一，所以就等于二乘以二分之一啊，或是你把二分之一掉下来，啊 ln 一就是一嘛。所以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二乘二分之一等于一，哦，第一小题是一啊。那第二小题的话哈，就是说你一的话给它拿下来嘛，啊 ln 一就是一，所以是 ln 的一嘛。那 ln 一当然是一啊，所以这也是一。好，啊，再来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 ln 哈，一的几次方呢？负的 s 平方加 y 平方。那这可以拿下来，是负的 x 平方加 y 平方 ln 一嘛，那 ln 一这是以一为底嘛，所以这等于一，或者 ln 一的一次方嘛，所以这是一啊，哇，这个啊，这个是 log 以一为底嘛，一的一次方，这等于一啊，所以这是负的 x 平方加上 y 平方。